发热，他的装扮就是会更加不一样。真的吗？有不一样吗？清朝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戴的？这个是要在装扮呢？是吗？在集集从台北新庄一点坐徐县的车下来，然后我们要去参加明天要参加日月潭的万人勇渡啊，所以现在日月潭完全订不到民宿，所以徐县帮我们预定的这间春桂美休闲民宿包栋。我们今天有12个人，那我们现在是3个人是先第一个到，继续还有3-4台的样子。就是这边，那里面这个有，对，里面一台，然后这个也一台，然后那边也一台，哦，这个还好，对。跟你上次不是来住了吗？对啊，我上次住这间哦，跟别人报。没有，就是我跟小粉是住这间，就只有住这间而已。那其他是我带的吗？其他，像是另外一个吧，比较应该年纪一点。对，老板。老板，对，然后我们这个也是尽量先关起来好了，因为就是也是尽量避免那个飞蚁进来，对，也是尽量避免。嗯，真的。为什么最近会飞蚁？太热吧？哎，好像就是它固定就夏天这个时候会有。哦。骑脚踏车踏青去，看这边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看的。刚刚看到一个网红景点，可是肚子饿了，先去看看这边附近有没有东西。对，这边有点下猫猫鱼。我要去哪里？集集车站，没去过，去一次。那边有卖吃的吧？我肚子有 seven， 我又 seven。这家当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吃？别闹了，抽到我们是全台湾的特色小吃吧？什么鬼？集集火车站啊，好小一个车站啊。这应该是有整修过了吧？集集车站，我们没有买票，好像可以进去看吗？好像可以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查。都在照片上面看到。我挡到你们喽！你看，来了，好短哦，啊，四节而已。只有四节。对，应该是这边。应该哦。三号阿宪驾驶员现在准备开考。我好紧张哦。好，开始。哎嘿嘿。一秒钟，两秒，哔。没有啦。踩线了。四秒钟，五秒钟，六秒钟，七秒钟，压线过关。过来嘞，这边是转弯了，对不对？打方向灯，把它空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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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转斑马线。哎、欸，还要带转呢。哦，对对，带转区，带转区。帅气带转。噔。这样打，要切换，要切换。Tick-tock-tick-tock-tick-tock 超北极哦，对对，摸字形，摸字形，摸字形，停，最后一关铁路，噔噔噔噔，我是要到前面还是要到这边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考这个吗？我没有考过这个，对吗？啊，新的啦。驾照了，脚踏车驾照。
嗯哼，你用什么勾啊？这个哦，你可不知道，你不能单纯掉，你看，单纯用目标这还不够，我这边还穿了一个洞。哦 ，OK， 十一分开，十一分你今天是，然后你们是我的团购罐，嗯，然后准备钱要坐船回来的，对，坐船，然后上岸买一些吃的，嗯哼，对。勇气，然后里面还要带健保卡。哦，对，健保卡要带。然后防水袋，我的防水袋很特别，我是加链袋，加链袋，好像两层啊，加链袋加罐子。没错，然后这个也不怕会接触多少，因为它就飘起来。OK。然后我们到时候拖鞋就扣在这个，你们用扣的，我直接可以放。对，它的够大，我要我的话就要用扣的，把全世界都装起来。唯一的可以生存的东西都放在这里。这个都是网络上看到的。对，就互相分享。而至于我的话，我就是手机放曲线那边，然后我自己拿一台摄影机，跟我的健保卡就放在我的那个袖管里面这样子。那你要介绍你的服装？我的服装，服装好红，超短的泳裤，可是好像金马赛克，金马赛克。可是我觉得好像穿这种就可以了啦，就这种速干的短裤、冲浪裤可以。对，然后我们长袖，今天是没有很大的太阳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被晒伤。可是我们还是有穿长袖的上衣的，还有些人会穿全身的水母衣，然后泳镜。啊，泳帽的话就是直接大会会发他们的那些制式的，就是一定要用他们的泳帽，算是有点算是纪念泳帽。那如果你没有用他们的泳帽，是不能下水，他们会看你的泳帽下水。所以就去那边再带泳帽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要去越南九龙洞是不是？那我们车停在那边是属于鱼池乡吗？对，黄阿波。黄阿波前面，然后我们在坐专车一起过去，然后我们就鱼池国中队。什么 ？Why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现在已经8:08了，第一批的人还没有下水。看那边都是一堆人啊。他们都在热身是吗？所以下水要热身两小时的意思。一直懂。对啊。应该是卡住了。夸张。所以我们要延后一小时下水，现在第一批都还没有下水。因为浮台飘走而延误了比赛，然后我们这边在晒肉干。夸张哎！他的装扮就是会更加不一样，是吗？不一样吗？清朝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戴的？这个新的装扮呢？还是吗？男朋友根本不耐烦，像不像的那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戴啊！就这样而已啊，这样啊。帅，男朋友戴起来就是帅。哎，哥，哥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带泳衣啊、防水袋，周边都会有人摆摊，就可以直接买。好，可以走完。往左边，干什么？走了走了，可以尿尿了。不可怕，我憋好久，我11点多终于可以下了下去了。倒计减肥，加油！呜呼，来了，别说坏了。呜呼。起来！哎，不要踢到我啊！你们尿尿了没？闪远一点！哈现在刚开始，旁边都会有那个救生员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是说好了你飘过去？你在认真什么？对啊，你游什么啦？还是游一下吧。这么远，很捉，你到底下去都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
好赞啊！今天天气太好了，没有太阳，然后前面又哎、欸，前面那是什么山去了、啊？水渡大山啊、哦！水色，可以看着水色大山游，超棒的。然后水很凉，很舒服，不用到穿防寒衣啦，我觉得平常的泳裤泳衣就可以了。那我上面的话就是蛙式，然后下面用打水，哇、啊，感觉好像游了十分钟就会淹死的感觉了。那应该有了三分之一吧，没有很累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享受的时候，就是你缴了报名费，然后还参加游泳，就是要享受这个 moment， 很棒，太棒了，这天气真的是太棒了，然后没有下雨。然后如果假设如果你累的话，可以去外面上面休息，也是很不错。但是我们的组员都直接游上岸，因为也不会太累，然后在上面休息啊，吃东西。我觉得来这边最常说的就是说对不起，有时候很挤的时候，刚下水的时候很挤，就会跟人家真情告白啊，对啊，我跟 GoPro 真情告白，这是。拖了好久才下水，我们原本是8:30要报到，可是因为台风的关系，这边的可能是浮板吧，就是设备的问题，而导致全部都一起才下水，9:00才第一批下水吧。听说这边不会想要带上泳镜，一方面是我泳镜都会起雾，想要用眼睛就好好的看自己在湖中间的感觉，然后旁边都是周围的山啊。风景超棒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杨氏，这么快啊！抓我的机器跟队友，妹妹很慢，妹妹还好吗？妹妹，加油！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是你爸爸妈妈在推你，对不对？就可以自由式、蛙式、仰式互相交换，看谁那个最近感觉啊，好赞啊！看风景。只有在湖中间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美景。进去走，进去。来了吧？这位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怎么的？这位有。等巧合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辛苦你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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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。还有还没吃巧克力，哎，吃巧克力啊！哎，吃过吗？没有，哎，巧克力，哈哈，来吃巧克力，来没来没？对，很享受，哎，非常享受，对，好 ，OK。啊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边刚好过半了哈，这边过半，好，刚好一半，好。这边刚好过半了，好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啊，嗯，赞，好吃，香肠，我知道，就下一个药，就下一个，不要往回跑。这一站吃完就下一站吃，真的是不能往回。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要靠右边啊，真的，因为它是有点右弯，我们一直在直接在外围，外围哦。有白宫，我们组合在一起，目标弄在一起，一起打水，有前进的感觉。有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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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看到一个海漂石路，他的粮食已经掉了，哇，好像把它吃掉，吃糖果。
在哪边？好，去找金线他们。他们应该在那边。有姜母茶可以喝。倒一杯吗？谢谢。都已经证书什么都拿了，都拿了。哦，有便当。那边还排队耶。真的、哦，你们排队排完，那你们游玩多久啦？大概快两个小时吧。屁啦，两个小时。衣服都干了，衣服都干了。哎，好快啊！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手机。哎，我朋友他的里面全都湿掉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30块就是好用。所以那个公案 OK， 公案一定 OK， 公案 OK 啊、哦，公案比防水罩好用。哎，彩虹毛巾，应该是，是啦是啦。游客中心买船票回去我们刚刚的起点，我们坐这个船。我们刚刚已经吃完便当，然后穿着纪念衣。其实你上来的话，因为有风嘛，我们可以穿着纪念衣回去，然后有送一条毛巾，然后所以大概就是会送，哇，直升机耶。所以这次大会就送一条泳帽，然后毛巾跟一个纪念衫。